即使愿求有日能发布，甘心一天入歧路。权力令我心惊梦，还是愿你待人好。但当你心缺乏爱时，明白世间情至高。师父，请原谅徒儿。徒儿唔单止冇办法破到血的字，仲令到圣音师为咗我而断臂。徒儿实在对唔住师父同师兄。破到血的字，我一定会。对不住，令你担心。头先我入醒的时候，知道德飞哥他已经病死了，但我不信德飞是病死，认真他连皇上都可以杀死，德飞是害死，一点都不出奇。公允，我有讲错咩？他有什么做不出？认真这份人连禽兽都不如。文哥，不如我们一起回京城，一起回去杀死认真，替皇上，替我妈，替所有枉死的人报仇。我现在不可以回京城，我答应我圣音师兄五年内都不可以回。要等五年？五年他可以杀死所有的人，安安乐乐地做皇帝。难道你可以看着他杀死所有的人而坐视不理吗？公允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回去可以对付到他吗？我们打赢巴汉吗？我知道你很想报仇，但是现在未是时候。我们趁这五年时间想出一个破血的子的方法，到时接回去都未迟。文哥，你还不睡？我还在想破血的子的方法，你休息先。咁你早唞啦。我想我都是不应该留在这里。你放心，五年之后我会再回来同你一起回京杀雍正。恭维。Thank you.
恭维，你去咗边啊？我去咗摘野果咯。摘野果？系我自己攞嚟衰，咩都系我攞嚟嘅。你即系心里面仲挂住佢，走咗咪算咯，做咩仲要翻嚟？原来忘记一个人系咁困难嘅。你摘得好辛苦，我陪你食啊！再过冇几耐，我就要去青海。喺起行之前，我想返天将先行祭祖，你同我一齐去好吗？乜你有事咩？哥，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？我想留响景陵服侍十四阿哥。哥，十四阿哥一个人留响景陵已经好惨嘅。如果佢知道德妃娘娘嘅死讯，我怕佢受唔住啊。哥，你帮我向皇上求下情，准我长住景陵服侍十四阿哥啊！上次为了你去景陵见十四贝勒，我已遭皇上责备，而家你仲话要长住景陵？哥，我知你好难做，但系我答应你啊！如果你帮我问准皇上，我以后都唔会再麻烦你啊！哥，帮下我啊！皇上，我知我嘅请求系过分咗。但年羹尧只系得翠玉一个妹，请皇上就通融一次。朕都好明白，身为仁兄，自必然系痛锡自己嘅亲弟妹，就好似尹晶咁样，要佢一个人长期留响景陵度，朕个心亦都非常之难过。朕就准许翠玉前往景陵照顾尹晶。谢皇上，皇上，臣仲有一个请求。啊？臣想出征青海之前，先返故乡一行，好向祖先致祭。你有咁嘅孝心，朕亦都非常之高兴。既然系咁，朕就准许你前往故乡祭祖。谢皇上。至于你京中嘅职务，就暂由尹提同埋隆科多暂代。唔系有咩事啊嘛？臣觉得皇上应该对隆科多小心提防。臣觉得佢一向城府甚深，上次十四贝勒质疑皇上德妃娘娘嘅死，臣怀疑有人从中多事。臣仲担心喺我离开京城嘅时间，佢会引起事端。皇上，万事小心为重。你放心回乡祭祖，至于京中嘅事，朕自会处理。再系咁落去唔得噶。我阿娘先死嘅时候，人精都唔可以喺佢身边见佢最后一面。
射哥，如果唔系人真的确亡灵，王阿娘一定唔会死，系佢，系佢。乜德妃娘娘唔系以河病死嘅咩？佢为咗个皇位可以死，陷害兄弟，佢仲有啲咩做唔出啊？ 皇上，佢仲喺度嚟景陵服侍你，可见佢仲念一点手足之情。喂，佢仲知道咩叫做手足之情？无非都系想做长戏俾人睇。想话俾我知，佢仲当我呢个阶下就系兄弟，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假象。 杀害兄弟，食死王阿娘嘅大清皇帝，绝对唔会俾你继续做落去嘅。严大人，一切已经准备好。知道。哥，翠玉今次唔能够同阿哥回乡祭祖。 你就代我向阿爹上多炷香啊！你自己亦都要多保重。哥，路上要小心啊！得啦，连大人龙科多大人嚟咗，快请。系。龙科多，佢嚟做咩咧？龙大人请。<笑>连将军。龙大人咩风吹你嚟啊？ 哦，知道连将军要去天津祭祖，所以特登嚟送行嘅啫。我只系去天津几日，又点敢劳烦龙大人嚟送行啊？<笑>连将军真系贫朴啦，去完祭祖翻嚟又要率领大军去青海，龙火多只不过表达一啲心意啫。 姑娘，龙大人，你揾我有事？你唔陪连大将军回乡祭祖，一定喺度陪十四辈流呢？你想知啲咩啊？十四辈流好嘛？佢几好啊？嗯，自从德妃娘娘死咗以后，佢一定好伤心。龙大人，我唔知你想打探啲乜嘢，不过亦都唔想知。 如果你咁关心十四阿哥嘅，不如向皇上请进一下，亲自去景陵探下十四阿哥。翠玉赶住翻景陵，失陪啦。喂，温力，你过嚟隔篱度。唔啱，唔啱，我哋。我哋真系越大越乖。奴才叩见皇上，凉亭嗰边已经预备好糕点啦。嗯。姚姑娘。 哎，云力，我哋食糕点咯，行啦。你中意食啲嘢啊？话俾牙玲知。咩啊？好。皇上，唔知点解头先公公叫你做苗姑娘嗰阵，朕个心眼好似好唔舒服咁。有咩唔妥？我的确系叫苗姑娘啊嘛。诶，唔啱嘅，你系朕嘅妻子啊嘛。 朕应承过你，一定要俾个名分你。有冇名分唔紧要啊，只要我哋一家三口可以一齐生活，就已经好开心噶啦。但系宏力系皇子嚟噶嘛，若果你依日仲系佢哋口中嘅苗姑娘，就冇人会当宏力系王子噶啦。唔使讲边个啊，就讲允提，佢虽然系众兄弟之中嘅大阿哥，但系就因为佢额娘喺宫中无名无份，所以佢以太子之位就无。 为咗宏陵，我一定要马上立你为妃。咁一切就依皇上嘅意思去做啦。嗯，青松，今夜两位到嚟，唔知有咩紧急事咧？
當然係有緊急之事啦。因為皇上要立苗欣為妃喎。係啊，苗欣原本就係一個漢族嘅民女，入宮咧已經有損大清嘅禮教噶啦。如今皇上仲要立佢為妃添，我哋千祈唔能夠俾皇上咁做啊。咁兩位準備點做啊？我哋準備聽朝一早就入宮，向皇上去進谏。冇錯啦，龍大人，你喺朝中係德高望重，而且又係國丈，到時請龍大人你幫下口，勸勸皇上，萬萬不能立一個漢女為妃啊！依件事睇嚟好能說服皇上噶喎，龍大人，今次皇上嘅決定係影響到大清嘅國體，請龍大人你一定要幫幫忙。我考慮一下，睇下點做啦。皇上，請恕奴才大膽講句，皇上要立苗欣為妃，臣請皇上三思。冇錯啦，皇上，天下咁多女子，你都無需咁執着啊。天下眾多女子，但係朕依屬苗欣，點解唔可以立佢為妃？皇上，根據大清嘅傳統習俗，君子所立嘅後妃只有滿族嘅女子，而且係顯貴之後。如今皇上要立一個漢族平民女子為妃，似乎有出大清嘅國體。朕貴為一國之君，唔通立一個妃子都冇權？皇上，大清多年嘅基業，皇上唔能夠為一個女子而不顧噶。唔需要多講，朕要立邊個為妃自有主張，唔需要你哋干涉。皇上，你要三思，要三思。老大。马上叫太医帮穆大人诊治。是。全部跪安。皇上，你已经饮咗好多了。听说今朝穆大人晕到养心殿里边。佢家有冇事？朕真系唔明，唔通朕要立一个妃子，都要受到咁多人嘅左右？皇上，其实我做唔做到妃子，根本唔系好重要。我只系希望皇上唔好为呢件事而操心。朕就点都唔相信，朕立一个妃子都冇权。皇上，朝中大臣反对得，一定有他们的理由。如果皇上你一意孤行的，我怕。你怕什么？皇上，你这样，你叫我怎么安心留在宫中？既然是这样，不如我离开这里，好过皇上每天都为这件事而烦恼。苗欣，你不可以离开朕，你不可以离开宏陵。但是。你放心，朕立你为妃的事是势在必行。谢皇上。龙科督，你咁夜嚟揾朕，到底有咩事？微臣知道皇上为咗穆大人一番说话，感到好烦恼。莫非你又嚟劝朕唔好立苗欣为妃？微臣不敢。不过微臣谂到，既可以立苗姑娘为妃，亦可以平息众大臣非议嘅一种方法。饮茶。系，乖。嚟，干爹，俾封利是你。多谢干爹。嚟，起身啦，起身啦。皇上驾到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家平身。谢皇上。
今日真系好热闹啊！得到皇上亲自光临，微臣十分荣幸，请上座。龙大人，你今日收干女儿，朕又点可以唔凑下热闹？微臣多谢皇上，微臣唔系夸奖自己干女儿，阿欣实在系聪明伶俐、温柔可爱，呢啲系微臣嘅福分。皇帝，你实在太夸奖女儿啦。既然今日咁高兴，朕都有一件事要向大家宣布。咁请问皇上到底系咩事呢？朕决定立苗欣为妃。恭喜皇上！臣妾恭喜皇上。微臣恭喜皇上。你哋两个以后就系好姊妹啦，要好好地伺候皇上啊，知道吗？贵妃娘娘，龙科多大人嚟咗，快啲请佢入嚟。系，请。干爹，拜见贵妃娘娘。干爹，女儿点受得起呢？呢啲系宫中嘅礼节，要嘅。干爹，坐啊。哦。咦，啲行李准备好晒，准备搬入贵妃宫咯。系啊。系，好彩干爹嚟得及时啫。如果遲啲嚟啊，就摸個空啦！要乾爹專程嚟睇女兒，女兒真係唔敢當。唉，大家都係自己人，何必客氣呢？乾爹都冇乜忙啊，即係忙你入到宮中，同舒蘭咧好好地服侍皇上，得到皇上嘅寵愛，過著幸福嘅生活，咁乾爹就放心。干爹见到你得到皇上的宠爱，都好开心。但系只可惜，只可惜乜嘢？只可惜舒兰福薄。虽然讲嫁入宫中，贵为皇后，但系都得唔到皇上的宠爱，生活都过得好苦闷。系啦，阿欣，你知唔知道干爹点解要收你做干女儿啊？固然，你覺得乾爹好喜歡你，其實仲有一個原因，係為咗舒蘭。乾爹見到你得到皇上嘅寵愛，結義之後，舒蘭就係你姐姐。我好希望你入到宮中，可以在皇上面前替舒蘭講幾句好説話，舒蘭嘅生活就唔使過得咁辛苦啦。乾爹，你放心啦，我會嘅。乾爹咁樣做，你唔會怪責啦嘛？做阿爹嘅，有邊個唔會為兒女啊？我又點會怪你呢？咁我就放心啦。我仲怕你怪責我，利用咗你添。我明白嘅。我一定会尽我所能，睇下可唔可以帮到皇后。禀报皇后，苗妃娘娘求见，请却嚟。系，苗妃娘娘有请。求见皇后，请起。你翻处先。系，皇后。慢点坐。苗欣入宫以嚟，未曾向皇后问安，请皇后恕罪。你有何罪之有？你嚟坤宁宫探我，我已经好开心。系咁，我又会多啲嚟揾皇后你。琴棋书画虽然唔懂，但我陪皇后你倾下偈噶。皇后。我会帮你劝我皇上，叫皇上多啲嚟坤宁宫揾你。我都系女人，
好明白皇后你的感受。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说话令你不开心？当然不是了。我出身猎户之家，没读过什么书，受过什么礼教。如果真的有什么讲错做错的，皇后你要纠正我。微臣隆科铎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今夜召微臣到来，不知有什么事呢？没什么特别事，朕只是想你陪朕饮酒和闲谈一下。难得皇上这么雅兴。啊，是了，讲开又讲，朕的皇后又是你的亲女儿，而苗妃现在又是你的干女，这些真的不知道是天意啊，定是巧妙的安排呢？皇上，这些可能是我们同家祖先的福荫吧。总而言之，朕今次能够立苗恩为妃，又可以避免朝中的大臣非议，都是全靠你啫。微臣不敢。呢啲糕点系朕特登叫人整俾你食，你试下。皇上，苗妃略啦，请慢用。皇上，你都试啲啊。你听到吗？刚才公公我叫你做苗妃娘娘，而家宫中上下人都叫你做苗妃娘娘。苗妃娘娘又好，苗姑娘亦都好，都只不过一个称谓啫。咁就唔系咁讲啦，朕曾经应承过你噶嘛，我一定要俾一个名分你嘅。我今日去过坤宁宫，向皇后问安。系咩？皇上，你好耐都冇去过坤宁宫啦，嗬？不是皇后，她跟你说过什么事吗？不是，不过我觉得皇上应该多些陪皇后。你叫朕去陪皇后，难道你不想朕多些陪你的吗？不是啊，但我觉得一个女人很怕寂寞的。朕当初娶舒兰完全是一场政治的婚姻，你都明白的了。朕根本对舒兰一点情感都没有，你现在竟然叫朕去多些陪舒兰。我都明白皇上你的心情，正如皇上所言，你和舒兰之间只不过是一场政治婚姻，但舒兰嫁给皇上亦非出于她自愿。我相信舒兰和皇上一样那么难受，皇上你都应该体谅下舒兰。感情的事是可以慢慢培养的，皇上为什么你不试一下？唉，好了好了，朕答应你试一下。真的喔？真的。阿嬤，你的手是一定要你报的。根瑶系真系孝顺嘅，做咗大将军，官务咁繁忙，都系京师赶翻嚟祭祖，令尊全下有知，一定好安慰嘅。系咯，根瑶，适逢系中秋，不如嚟我哋度一齐食饭啦。二叔，唔使客气，我只系翻嚟几日，想到处睇下。系啊。呢、这个年年嘅中秋上灯会啊，都好热闹噶，而一啲我同埋屋企人出去上灯啊。根瑶啊，你有兴趣同埋我一齐去啊？只可惜中秋佳节，我都唔可以同最爱嘅人一齐度过。Thank you.
你来呀，你来呀，你来呀！客官，客官啊，请入嚟啦，我哋呢度啲姑娘真系好靓噶啦。客官，客官，埋睇下帮衬下，呢个德龙最靓噶啦。夫人啊，不如买呢个啊。客官帮衬下。秋木叶姑娘。 我至少就好喜欢中秋噶啦。有人话中秋佳节，人月两团圆。以前我唔信噶，但系今日我冇办法唔相信。呢几年我到处寻找你嘅踪迹，想唔到喺片中可以见到你。呢几年你一直揾紧我。我曾经讲过，他日我可以做大官嘅时候。 一定翻嚟接你。今晚我终于做咗大官，当我想讲俾你听嘅时候，你已经离开咗京城，但系唔紧要，我终于都可以见翻你。 呢几年。 我一直将呢一块玉带喺身边，我谂住见到你嘅时候，可以将佢亲手交俾我。我连根耀系一个粗人，唔识讲好嘅说话嚟讨好你，只系希望可以同你一齐生活，让我可以照顾你，秋月。 你收咗佢呢块玉，我唔可以要。点解？秋梦雨之所以嚟到天津，系因为爱子要嚟呢度经商。夜啦，我要翻去噶啦。无论如何见翻你，我都好高兴。 再见。请呢边啊，连大哥，邓夫人，咁好嚟探我啊，随便坐啊。请。 阿福，备茶。夫人，你哋翻去做嘢啦。系夫人。再过两日，我就要回京城，所以喺起行之前，我想嚟睇下夫人同埋尊夫。夫人啊，夫人啊，夫人啊，相公。夫人啊，哎呀，点会俾老爷做啲咁嘅嘢噶？唔关佢事嘅，你翻出去先啦。系老爷。 系我自己心急，攞俾你饮啊啫嘛，人心等鸡嚟噶，啱你饮噶。得啦。有客人喺度啊？系啊，呢位系我喺京城嘅朋友，姓连嘅。邓兄，连兄，请随便坐。连兄，咁好嚟探下月啦。嗯，系咁嘅，我嘅故乡就喺天津，今次我翻嚟祭祖，咁啱遇到。你两个真系有缘啦。 既然系咁，不如就喺度食餐饭啦。不必啦，我仲要赶住翻京城。点解啲时间赶得咁急啊？京城有事等住我做。咁啊，咁我唔强你所难啦。嗱，下次嚟一定要食咯。一定，一定。邓兄，邓兄，邓兄啊！邓兄，等紧你啊。苏夫人，有人吓。咁我哋去睇戏啦。夫人啊，我去睇戏啦。相公，唔好赌咁大啊。
我會的。蓮英，你坐下先咯。請。好啊。佢係咁噶啦，有得賭就得噶啦。就送到呢度啦。咁你保重啊！如果可以早几年揾翻你就好啦。保重啊！杀死我阿马罗布啊！我要为阿马报仇。你系罗布嘅后人，要斩要杀，释除诛灭。你走！你有冇事啊？冇事。哎呀，你嘅手皮外伤啫。你哋翻入去做嘢啦。系夫人。你嘅手仲痛唔痛啊？少少皮外伤，唔算得乜嘢。系啫，不如休养多几日先翻上去京城啦。唔使啦。头先嗰班人好似非要置你于死地不可咁，怕唔怕佢哋会再次？你放心，唔会有事噶。你哋啲身在官场嘅，好多时为咗争名夺利就会不择手段。我谂你万事都要小心啲啊！过几日我就要翻京城，喺我临走之前，想送一份礼物俾朋友，你唔会拒绝我啊嘛？咁好啊，我收咗佢，多谢你。天尊的行事，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胆？启禀皇上，是罗家的两兄弟。连将军，那你的伤势没什么大碍了嘛？龙帝有心，罗家两兄弟真是可恶，等朕马上派人将他捉拿，好好治罪。皇上，罗家的长子已死，而微臣亦不想再追究这件事。既然你这么仁厚，朕亦都唔勉強你，你而家翻去好好休息，明早你就要出戰青海噶啦。揸阿馬，孩兒冇用，唔能夠親手殺死連更瑤替你報仇。連更瑤嘅種，連大哥都害死埋。你都無謂咁傷心，我一早都講過啦。连根要不是这么容易对付的，他今次这么轻易放过你，又不知道玩什么把戏。这里有些银两，你拿了以后离开京城，去得越远越好。但是阿马龙大哥的手唔通就咁算啦？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烧。你都系听我讲，离开呢度。我都唔知点报答你之好。记住，万事都要小心。连更要大
将军上前接衰恩。将军，你今次出战青海，早日凯旋国威，以显大清嘅国威。奴才一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好，一切就靠晒廉将军。可敬的只因有道，终点即是缘。